Hello，我是熊哥，今天来介绍这个又是干货新的声卡 GCJ 的 G3。 那这台声卡呢，为什么要介绍它？第一，它的这两个旋钮，你有没有看起来很像某一台声卡呢？有没有让你有在看声卡的人觉得这个很像是胖白声卡呢？我一直觉得他们可能是通个父母声的。你看光后面的接口其实非常像，有没有？而且还用非常好的瑞士 Neutrik 的那个卡农接口，配置5伏48伏两种麦克风，一次可以四支同时使用，两副耳机一个耳麦，完全配置一模一样。唯一不同是它的声音又在提升了。你看我这样讲话，熊哥现在用的是抖音的神麦 Ableson 的 AM 系列的麦克风、哦、如果你们有看那个赵老头直播的话，他们都是用 Ableson 的这个百万神麦、哦、48V 的那种麦克风、哦、给大家看一下、哦、他的声音就是如此绵密，如此有磁性、哦、这是抖音神麦、哦、大家也顺便了解一下。我们来讲这个声卡，它有什么特色，跟胖白有什么不一样？不一样的地方，提升啊，个人是觉得是提升。录音音量声卡一般都有，电音话筒高中低音调节，这个没问题。无段变声、哦、这个是变声有点反光。这个是特效音量、哦、特效音量是可以调到小声的、哦、在这台声卡。然后伴奏音量，回音混响大小，自己耳机的监听音量，左右两个是麦克风的，像这个我是接在3号的 48V， 所以它是由这个控制，所以它1324总共可以接4个麦克风。好，然后的模式呢，诶，多了，我们胖白声卡只有什么 Sing 跟 Chat， 就是讲话跟唱歌，但是在这边呢，原声喊麦，有胖白也有喊麦，好、哦，这个是喊麦，有声音比较低。这个是流行的延迟比较没那么多。好、哦，但是这个呢，我觉得哎，声音的这个 Q 度有比胖白再提升一点。KTV 有没有？它的 delay 比较长。如果气不够的朋友，主播、哦、或者是爱唱歌的朋友 ，KTV 让你唱歌可以轻松一点点。变声。好、哦，这是变声。好、哦，无段变声，无段变声，电音。好、哦，这个是降一大调，低调 ，G 大调，降 A 大调。好、哦，我们可以去调节它的电音的这个，哎呦，对焦会跑哈、哦，这电音的这个程度，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调整。好。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声卡，好，12段基调基本盘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特效音。好，大家直播组除了音质的表现，其实它表现非常的好哈。那再来就是它的特效音有哪一些，我们一个一个按给你听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 BGM 先停下来。好，这个是非诚勿扰，这个一般声卡都有。再来冷场啊，这个有在看视频的常常会听到。好，比较新的一剪梅啊，抖音前阵子我们的小哥费玉清哈、啊、就这样不知道为什么在抖音就唱红了，还红到国外去哈、啊。好，贼拉拉一般声卡就有的。好，这个是喜欢。好，再来点关注。给大哥点点关注。
好，中间这一块呢，就是制定的。我们如果要自己录这三个，现在这个一小段而已，好，没什么东西嘛。你按录特效按下去，按自定义，好，你有声音进去，它就录进去了。一样有三组自定义的录音，好，可以使用。消原唱功能跟降噪，我现在这里其实风声蛮大的，我把降噪关掉，你们听听看。有没有感觉？超级降噪，好，理解一下。这个降噪降的比胖白又再好一些，不会太闷。好，胖白的是降的稍微闷了一点。我们看右边这一块有什么特效音 ？What？ 掌声，乌鸦，笑声，鄙视。嗯嘛，好，这不是么么哒哈。好，好，那这个声卡呢？我们大概听了这些声音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免俗的，我们随便来小红哥唱一段，你们听听看，感受一下。好，随便找一首。我们先按个流行模式。试着带入我的心事，它那么幼稚。像个顽皮的孩子，多么可笑的心事，只剩我还在坚持，谁能看透我的眼睛，让我能够不再失明。我要记住你的样子，像雨记住水的拥抱，像云在天空中停靠，夜晚的来到也不会忘了阳光的温暖。好，我是熊哥，这个不好听的歌声大家大概听一下就好啦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太尴尬了。好，我是熊哥，如果对于这个 GCJG3 这个声卡或者是抖音神麦 Ableton AM 系列的大振膜手持 48V 演出及麦克风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再跟小坤哥联系，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